怎么小黑又不在家？小黑，来福。小白也没在家。啊，他们昨天晚上也没回来。那真的有点麻烦。小黑，来扶小白。哇，不会失踪了吧？那也没时间去找啊，要急着取蜂蜜啊，找也不知道去哪里找。那就这样接二连三的失踪了，我就不信。小黑来扶小白，小伙，大黄，你这个大姐大现在是坐的，那今天取蜂蜜早点回来吧，少取几群吧，好好找一找。要不然受伤到哪里的话，也就等我可能过几天找到就挂掉了。早上好。没有冻死的小鸡啊。说明母鸡保温能力还是很不错的。等太阳出来了再放它们出来吃食物啊。好，不打扰你们一家了。所有的鸡都在这里了。大大小小一起20只左右。过段时间152该退休了啊。因为这些母鸡已经长大了，产的蛋的话就是近亲交配产的蛋了。今天应该又是一个不错的天气。那是带16只小鸡的母鸡，现在只剩6只，6只都是黑鸡啊。少了10只，也没看到他小鸡死到哪里。7只哦，那里还有一只，还剩7只，还少了9只。那些都不是一窝的，那些都是之前的。黑妞，你哥哥呢？你也不知道？哦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哦，那你就在家里玩啊。哎，小白，你回来啦？小白，小白，现在远远的隔着我摇尾巴。那上面是我的房子。大黄还是你好啊，守家。小白，你看到我又躲起来了。那小白回来了，小黑和来福。十七，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。
带着手电去岩洞里面找一下，因为上次小黑和小虎受伤都是在那个岩洞里面。如果说岩洞里面没有的话，那昨天晚上这附近也都找了，那现在再找的话也是一样的找，那就只有取蜂蜜早点回来啊，因为这段时间天气好，要抓紧时间来取蜂蜜。这洞口长的都是土人参。小黑，来福，小黑来福，没有回应我。小黑，那没在这里面。都没有。那他们能去哪里啊？这上次是小虎溜的须。这下面有一只大石蛙。起码都有半斤了，这只石蛙。两只啊，我以为一只，两只，三只，这里还有一只，这只也是，那没有，他们没来这里。贝贝，昨天看到小黑和小虎吗？你看他拉他过来看到我了，他昨天没转来啊？昨天没转来。那过来看的，那暂时上都没看到有啊，都没看到。嗯，那就过来，那是哪个过的？不晓得了，昨天也没转来，今天没看到。耶，伯年厉害，90岁了啊！阿幼咩，我帮你去。阿幼咩，耳朵也不好使。这位叫奶奶的，90岁了。就熏腊肉嘛，烤腊肉的嘛。哦。要搬到哪里去？我帮你搬。我搬到哪里可能搬到去？那就摆这里啊。搿就摆这里了。就摆这里。好几十斤啊，90岁的老人了。炉都长起来了哦。今天取这边的蜂群。这边一排过去好像是9群啊，我都忘了，快2个月没来了。那对面就是我的房子，这里就能听到有人做事的声音啊，因为今天还在建烤房。每班来检查房子哦，然后蜘蛛网了一定要把狗都开。下班的话就带喷枪了，就直接在暗房房里头烧。要蜈蚣啊、蜘蛛啊那些都躲到暗房房里烧，它烧死的。取蜂档的话，这个关关啊，一定要扎实啊，因为它蜂子也有几斤嘛，是吧？然后的话就挂得够得的话，然后把蜂子往这收蜂笼里赶，都赶到收蜂笼里去了之后，再把这的桶呢拿到一边去取档。莫急得得，你看嘛，你叠蜂子都赶不到嘛，你收蜂笼一定要顶到那个蜂桶嘛，你蜂子在那顺到你的收蜂笼上去拔嘛，是不是？还有一直递的收蜂笼啊，再一些，是的。翻个面，翻过来。对。好，凿的够的，然后呢，就是刚轻轻从底下抠哦，它就会往够的拔了。它就是往黑的地方拔。然后的话就拿个这个竹片片抠，就两边抠。对。这里还有几个瓜篓，很多耶，这是一种中药啊。这个就是蜂王，看到没？它明显修长是吧，膨大。边上有挡的哦，把边上的先把空壳把它都丢开。
孔孔它就等于睡米，现在睡米的话它就是刚好成熟米被人弃了哦，它就容易到时候会发酵。还是挺不错的啊，这群蜂算是比较旺的，拿的看，都是老巢，所以的话它就比较硬一点。都是嫩根子，水南果，嫩根子好硬呐。啊，花粉，花粉，哎，花粉嘞。嗯，好棒。嗯。花粉一定要分开。都很不错啊，先搁两边，它两边是连在空格的地了，它当中有菜的地，然后再搁中间，然后两边咱们稍微一下子，好，然后呢给地下咱们的旋一圈，它正快一块的下一点。哇，这块好亮，把这花粉掰了，你拿的啊，先把档搁了，不要米袋过从你手里，不要紧，它加嫩根子又加上之前囤的花粉，所以的话它时间久了哦，它发酵的那个，所以它就好硬了。看，哇，这个桶小了，呵呵，巢皮大了。它怎么画面里头又是扁担了呀？哪的？哪的哪的扁担嘞？花粉哪的扁担嘞？花粉是扫风而起的，哇！你看，哦，真是福啊，是发好亮哦。嗯，看，这群是我这两天目前取的最强的一群了。看。边这个空的，好，剩下的就留给蜜蜂做越冬口粮。这一群蜂就取了这么一桶，你先把这竹先扩好嘛，你再晓得刮哪坑吗？在高矮可以留这个树嘛？哦，我告诉你哪儿好扩，你先扩稳。啊，要不然你不晓得哪儿可以扩稳，你兜哪儿可以都可以兜，是没？稍微夹下子，啊，闭好。你家几号多斤斤啊？10块。10块斤斤。嗯。哇，大伯就喝10块钱斤的酒，这个酒看起来就像水一样。早上就吃了两个鸡蛋，一直忙到现在就5:30了，所以就在大伯这里吃饭。大伯他有
就是剩饭剩菜，我家里就是没有什么剩饭剩菜，剩饭剩菜全部就送了几只狗吃了，所以来不及做饭就在大伯这里吃了，太累了，所以酒也不喝了，回去还有一大堆的事情。这是什么菜？嗯，红嘴啊，嗯，对吗？加个蛋，哦，刚才帮我做事的人他说家里回来一只黑狗，也不知道是来福回来了还是小黑回来了，只回来了一只，那等一下去看一下是来福还是小黑。你们都要早上回去。我想去喝。嗯。这啤酒现在便宜很了，10块钱斤的。你买什么好点的酒呢？啊，这个只有他这里只有这么个酒哎，有那个果酱高。我这话是够对的。搞不清楚。刚才大伯也给我倒一杯酒。我现在回去还有一大堆事情做，所以就不喝酒了。骑摩托车从我这里到大伯，从大伯这里到我那里差不多还有2公里，都是查明了不是不好走，天一黑了，所以我就不喝酒。等一下回去还要给他们几只家伙弄饭吃。那些都是来福转的了，是小黑转的了。啊，晓得啊，这，俺们那是黑，那是黑狗嘛，大城市的黑狗嘛。哎，狗那就是来福啊。来来，小白，来来来。来福去哪里了？啊，来福嘞。小黑，你下次这样我就把你拴起来了，听到没有？如果说他下次再这样一天两天没回来，我就要拴他了。那来福是没回来，这些木材要等烤房建的时候再把它扛过去。沙子已经背了1/3了啊。走了，回去了，走。小黑，你也准备出去是不是？走，回去。过来。来福去哪里了？我问你。来福嘞？今天水池已经倒好了。和之前的水池啊，规格是一样大小的，所以之前水池的板可以盖到上面来。他们的行李啊。衣服都还在这里，明天会继续来。这边平场已经弄出来了。差不多了啊，就这么大。咪咪，我一整天没回来，你想不想我？我一摸到它就打呼噜。过来，咪咪。狗都没有你这么粘人。整个就这么大了啊，差不多有30-40个平方，可能不止啊，50-60个平方差不多。走了，回去了，咪咪，走走回去，走。大黄啊，来福2天没回来了，你怎么一点不着急？我看你这个样子。走了，回去了，咪咪。小黑，你记住啊，下不为例。走，回去。你快点呀，磨磨蹭蹭的。那希望来福晚上能够回来吧。
快点嘛，对你快点嘛，走嘛。哎呦，这个秘密，走走走走。哦，还要我摸一下，好好好好，走吧走吧，走嘛，回去嘛。这个秘密真的是。回来天都黑了，帮我做事的人他说，每一只狗差不多喂了将近2斤狗粮，那应该就不用再喂了啊，有2斤狗粮下肚的话应该很饱了。帮我做事的人他说是黑狗啊，这是小黑，下午3点多回来的，那我相信雷福应该晚上也会回来了啊。如果说他晚上不回来的话，我跟大伯说了，明天早上我早点在这附近再找一遍，大伯的话就在村里啊，到处再找一遍，村子边上好好找找，如果找不到的话，那应该就是凶多吉少了，那没办法，这几天会非常的忙，争取好天气啊，趁着现在接下来几天都是好天气啊，要取掉2/3的蜂蜜。牛1/3的话到时候等到12月份再取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。